我是94年来这边上班，然后上班已经十几年了。最开心的事就是面对客人，一天的工作下来，听到赞赏，就会觉得说啊，什么累都没了。爱买板新店开幕的前三天，就到这边服务，一做就做了25年。常常有人跟我讲说，我像爱买的门神，守护着大家的安全。然后我就是抱着这说疼爱自己家人的心境，来爱护这份工作。在这边也待了十几年了，这边就像自己小孩子，小孩子已经长大了，有更好的前程，做妈妈的一定会用最大的力量去支持。现在这里要结束了，我蛮期待到南雅店去为客人服务的。旧爱买在板桥开已经有24年，所以对旧爱买很深厚的感情，这个我们都了解。新爱买提供更好的设施，冷气更凉，建筑物呢更好，然后我们设施上呢也考虑了现代的节能减碳，还有食安，所以设备更新，消费者可以在购物的时候更安心。希望所有的爱买消费者到新爱买来体验，爱买的热忱的服务精神会保持依旧。希望老客人、老朋友都可以到南雅店来，我会做最好的服务给你们。我一样会秉承着照顾家人的心情去守护南雅店。让我们提供更好的服务，把你对爱买的深厚感情呢，移转到新爱买。因为在地，所以在地。爱买南雅店欢迎你。